会这样啊，大家都会先先快冷静跟一下。大家一种草稿方式。微微尴尬的感对，觉。微尴尬。之前都自己在笑别人，然后现在自己要做到。你应该要入镜多一点。我坐这来。没关系，没关系，这样 OK，OK，刚那样子其实是 OK。还故意弄有那个有阴影的感觉，害我以为是画面，好像。脏 掉吗？对。不好意思。好，来，你。Hello，Hello，Hello。好，来，声音来。嗨。可以的。现在这一段都在直播的范围内。已经在直播了，笑。好啊，你要开场还是我？大家知道我的目标吗？哈，我想要在世元老师跟林天老师的长度之间。哎 我讲太久都可以给我一个信号。不然你今天累了，你就默默举手这样。今天看牙医有没有，就是说痛的时候举手。好。那个今天第八场啊，倒数第二场，这个学期这种算是初次尝试，那让我们的专任老师们粉墨上场。好，那今天的大白老师呢，就是以很强公益精神的当代的一个装置，就是我把当代拿掉了耶。哦，你当时跟我讲当代可以拿掉啊，我忘了，没事，都好。对，那没关系，没关系。那英文上用 contemporary 是还在的哈，没有问题。那我们看时间就不拖延，就交给大白老师。嗯，欢迎。好。谢谢大家，礼拜二晚上雨天还捧场。那因为这堂课没有离开学校吧？哦，没有离开学校是吗？也好啦，把你们困住。这堂课因为它设计是给学士后一年级跟设计人数位组一年级，就是刚来的同学们上的课哦，所以我会讲到一些我以前的创作，然后也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我学习设计的一些过程。那我就先从这一个我第一次给大家看，这是我18岁的时候在东海大学做的一个桌子的设计，然后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一拿上台讲没多久，老师就问我说，你这三角形是什么意思？你这黑色白色有什么意义吗？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18岁就也很尴尬，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太深了，那几个评图老师就说，你知道吗，这就是装饰是罪恶的。然后你知道第一次听到就很震撼这样，所以我做了一个罪恶的设计这样，然后内心就这句话就记得很熟这样，而且老师就在讨论说，对啊，他说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没有意义这样，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就跟大家可以理解吧，常常拼图就万箭穿心然后下台这样。他在我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然后我22岁的时候做毕业设计的时候还是有一样的结果，我开始增加一些议题，但拼图现场大家也说你的议题是假的，然后你这些红红绿绿花花，然后这些白色三角形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意义啦。然后一样又听到了一次这个装饰是罪恶的这样子的评语哦，就内心重击的。然后我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案子，其实相对上语汇都有点多啦，有点复杂，所以这一类的评语
其实就聊到在我身边很漫长的时间，就都挥之不去这样。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单纯白白的房子这样，所以一直在学习中常常听到，就是你的东西太装饰性太强了啊，你又无法解释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于是我就开始花一点时间去理解，那到底这句话从哪里来？为什么每一次都害我，害我每一次都害我在评图的时候就是哑口无言这样。然后于是我就真的花了一点时间，我不是很爱看书，但这个书我有看，就是奥地利建筑师阿德鲁他很著名的论文《装饰与罪恶》，他不是装饰是罪恶，他是装饰与罪恶，但其实里面的内容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也没有要为自己解释什么。那但我去读了之后，其实觉得非常有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花点时间去看他写的这个论文，其实非常的生动丰富。那我就截录了几个 chapter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分享。他首先提到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工作了一天身心俱疲回到家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他说他会想要打开贝多芬的音乐，然后慢慢放松，然后开始沉浸在自己的艺术的想象的世界里。他就不懂为什么大家要去博物馆里面看这个白色，就是看这个玻璃盒子里面雕的就是这种金碧辉煌的物件，然后他觉得这难道真的有休息到吗？这个艺术的高度真的对吗？所以他在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要说，像音乐这种没有形体的艺术，就一般动物不容易理解的艺术，其实有着更高的灵魂高度，是不是好像很有点道理这样？然后但他举个比较可爱简单亲民的例子，他就说他如果他要吃饼干的话，他就宁可吃一个光溜溜的饼干，就是 plain cookie，然后不会吃一个姜饼人，不会吃一个这种有形状啊上面还挤满糖霜的饼干。他就觉得他举了一个食物的例子，我觉得这也还蛮生动可爱。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的文章其实蛮亲民的，蛮讨人喜欢。然后他又举了一个跟现在我们大家常在提的这个快时尚有关的概念，他宣布了他的一个主张，说一个东西物理性可以存在多久，它的形式就能存在多久。他觉得那时候当时奥地利也是一个华丽的城市，有很多这种宴会啊舞蹈的活动，所以那女主人的一夜的这个晚礼服的形式跟一张扎扎实实好木头做的好书桌，这两者意义是有多大的差别。一个好书桌可以用5年、10年、100年，而他们这种炫耀式的华丽的服装一个晚上穿过可能就不会再穿第二次了。所以这样子装饰性过度的变换其实使得这个劳动力以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过早贬值，那工人的时间以及材料其实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那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同意这样子的想法，于是他就说了，如果我们能够取消装饰的话，就能够缩短制造的时间，然后增加工资。如果我愿意付给一个光溜溜的烟盒，一个干净的盒子，跟有装满装饰的盒子是一样多的钱的时候，那这样子工时的差额就属于工人了。我觉得这段话很适合当那个无印良品的某种理论基础的。那他这个论文为什么在当时大大的受到欢迎呢？大家觉得哇太棒了，神作这样。因为就是那一个时代，1870年到1914年是第二次的工业革命，那时候大家开始发现电啊、发电机、各种电器机械是蓬勃发展的时期。还是中产阶级兴起，大家对于权贵是相当的反感的，所以过去那些装饰很多是属于阶级所拥有的，所以那种想要去除装饰的心情是很急切的。同时对于效率啊以及实用性的追求，还有其这种探索的乐趣是非常高，所以这样的一篇论文其实在当时得到了巨大的回响。于是他这段话我觉得太有趣，所以我截录下来给大家分享。他说：“你们在博物馆啊，或看我们这种看宫廷剧，看以前那些很华丽的这些服装啊，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这种技艺，没有这种装饰？”他就说：“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产生新的装饰，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伟大，我们装饰容不下我们挣脱了装饰，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也好像蛮符合我们基一老师的剪发美学哦，所以我们再也不用穿那么复杂的衣服，我们穿黑色就好。没有，所以就他这一篇的很多的语调啊论述其实都相当的有趣，那其实在读的过程中也有一种被说服的感觉。然后但他也很有趣的是，阿德鲁他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学者，他其实也做建筑，他也做住宅设计。那我这边就
提了一个他晚年的作品了，叫 Villa Muller， 是在布拉格的一个房子。那大家可以看到说他的他的立面就是蛮简单的，如果你去看他的这个立面图啊，就觉得果然就是阿多路舍的建筑立面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就是很干净啊，很简单。但这一个这么简单的房子，大家应该想不到吧，在当时审图哦 City Council 审了11次才通过。那为什么呢？这栋房子再简单不过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其中一个因素哦，就是这是布拉格，布拉格其实是一个就是这种很古典啊，很多所谓装饰很华丽的一个典型的欧洲小镇。你看这街道上不只是很多额外的语汇，还很多的颜色，真的是那个时代的状态。然后同时呢，同场加映，在那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学派非常的热门呢，它就叫做维也纳分离派。那它的领导人呢，就大家到现在都很熟悉的这个画家克里姆。然后这一个学派它非常强调装饰，它奉行唯美主义，他们认为美是人类经验感官里的最高形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这样的城市的氛围下，这个立面就显得有一点突兀了，是不是？对啊，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很单调，可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有点叛逆的作品，对，有点特殊性的存在。但是你进一步去看它的平面，其实相当有趣哦。大家可以看到说它的空间的配置上面其实相当有层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房间都各自在高低差上有一些错落，但是又独立，视线又可以流通。那去看室内的照片的话，其实它用的材料也是蛮复杂的呢，它是大理石的花纹啊，木材的选择，空间里各种形式比例，视线的流动性，其实是相当精彩的一个住宅的作品。然后尤其它里面其实材料用的非常的丰富，但是又非常和谐，不过于铺张的存在。所以在看它的作品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状态。那所以说它在室内花的用的心的程度，其实跟立面是有很大的落差。那我这边就刮胡写了一个，所以他这个想法其实就像现在我们常说的，就是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就是你不要评论一本书只因为它的封面，所以你也不要评论你的建筑只因为它的立面很单调，更不要评论一个人只因为他长得你知道很普通。那这样子一个作品呢，在当时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与讨论的。那这个状态呢，也推波助澜，而且也一起就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当时在奉行的这个现代建筑主义。然后大家都知道有很多 slogan 都是现代主义他们开发，就你要推行一个学派的时候，这标语也很重要。像这个 Louis Sullivan 的 Form Follow Function 大家应该都熟到不行，以及 Mist 的 Less is More， 以及 Le Corbusier 的 A House the Machine for Live In， 就像这些标语啊，他们所提的宣言其实都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的气氛以及这个世界的脉动，所以就开始这一系列大家现在还在学习甚至理论课一直都有在上的这现代建筑主义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看，大家都蛮熟悉这些房子了。还好。对啊，这些房子他们非常强调内部空间的关系，然后以及它为什么组成。那这一派因为相对上比较有逻辑，所以在建筑教育上其实也非常容易被实践跟传递出来，所以风行了全世界漫长的时间。那我讲这个当然会有一个 however 要出现啦，那就是这就是我 however。 那老师去 GSD 念书以后呢，就发现这是学校出版的两本书哦，它标题就叫做 The Function of Ornament 还有 The Function of Style， 是由法须穆萨菲教授写的。你看这本书你可以理解我内心的一种冲突嘛，就我好不容易领会了就是我们就是 Form Follow Function 的真谛之后，换了一个学校大家讨论的事情又变了。那讲这个法须谋沙比大家可能一下子没有画面了，但是如果讲他跟他前夫所做的这个案子，就横滨国际客运中心，大家应该就会蛮有感受，这是 Foreign Office Architect 的作品。那他在他前面的这本的 Function of Ornament 里面举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案例，那老师这边简单揭露几个，像这个是耶鲁的图书馆，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后面的这个大理石薄片呢，所透露的光跟 texture 是非常丰富。那白天它的立面其实也是相对的简单，就是与环境融合，没有特别的
问题哦，但它室内经由这个大理石所滤进来的光相对比较昏暗，但是又非常的丰富。那这个相对昏暗的灯光对于保存古典的书籍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这一个动作它装饰性其实很强，但是其实是有功能性在背后。那像这样子的讨论呢，其实这卷浩老师的同学这个 Martin Battle 老师也在 GSD 有做过相关的研究。那另外一个案例是 Herschel De Mora 在美国加州有个酒庄，这酒庄的立面都是各种就是铁笼与石头的组合，然后内部的光线也是非常的丰富，乍看之下就好像炫技嘛，就是一些石头跟绿光有什么大不了的嘛。那其实你细看它里面石头配比，其实也是有它的原则的。底层，我开这个，就底层这个比较密的小石头啊，是为了这个 cooling system， 是为了降温以及保持温度的稳定，所以是放置在酒窖的部分。然后越往上呢，越到办公空间啊，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线进来，所以石头就越来越大颗。所以它看似是一个有装饰性的动作，但其实在建筑上、物环上也是有它的理由的、哦。所以这是这个作品在谈的事。那另外一个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是，就是 Jonoville 的阿拉伯文化中心了、啊。那这个 pattern 就更华丽啦，就也不用大家看得一目了然了。那这个 pattern 主要是从就是伊斯兰文化的这个Mashrabiya， 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这种花窗的系统，就是它有很多的几何构造，所以它选择了用这样子的形式，然后来呈现这个阿拉伯文化中心。那它内部其实是有一个高科技的智能感官，然后在控，有点像是我们那个相机的 camera 的这个做法，然后来疏光。然后因为阿拉伯很多建筑都要抵抗那个大量的阳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建筑师也把这样子的文化性的语汇，并且跟控制光的这样子的 technology 带到这一栋房子里面来。那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说，过去我们所谈的装饰，或那个时候阿多鲁夫在谈的装饰，比较像这样，它是一个建筑物外加的一些 attach 上去的一些多余，也不讲多余，就是追加上去的这些物件。这些物件也很容易被，你知道攻城略地的时候被割下来带走，然后带去博物馆里面展示。所以它相对上是一个一个的物件，然后被附着在建筑的本体上面。但现在我们在重新在讨论的所谓的当代的 ornament， 它其实有个整体性的观点。那这也是那个法系的一个 department store 的立面的作品、啊、那他在这个作品里面谈的事情，比如说像百货公司啊，或是美术馆啊，它其实它真正内部的空间是有很多变化的，艺廊怎么摆设啊，美术品怎么放啊，以及像我们现在都可以理解说，建筑我们使用上机能其实变动得非常快，所以建筑越来越在要面对的是我们怎么去处理内外之间的这个界面，就我们在这个 interface 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内部的空间变化很快的时候，它未必会是一个恒常不变的真理，就你如何切分那个空间。然后所以当代的 ornament 在所谓的立，尤其是在立面上，其实是有一个很特殊性的存在可以去讨论的。那这是 Herschel De Mora 在东京的 Prada Store， 应该蛮多同学去东京玩都有看过。那这玻璃有分凹凸平，然后白天晚上有巨大的变化，然后它也成就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urban landscape， 就当你在走在城市里的时候，那些建筑都有着不同的跟你对话跟反应的方式。那另外呢，另外一个观点在谈 ornament 的话，就要提到这个 Anthony Peacock， 这也是我们在 GSD 的一位很重要的学者。那他在谈这个装饰性的回归这件事情，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的想法，就是跟科技的，从科技的角度去看，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 3D printer。大家知道 3D printer 它主要就是看你用多少材料，所以比如说，如大家可以想象，接着你喷一个那个 minimum surface， 跟喷一个就是 solid 的 cube， 哪一个会花比较多时间？其实可能是完整的这个 cube， 反而会相对上对 3D printer 而言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因此简单的几何形状是否是最不浪费材料的方式，在当代受到了质疑，所以就开始跟你生产的方式有很多关系了。
那也出现了很多结构优化的软体啊，数位组的同学他比较熟悉，也就是垂直水平也不再是最有效的方式。像这些他们慢慢的把多余的材料 remove 掉，这些 organic 的 shape 反而是结构性最强的状态，所以繁复的形式不见得是无用的状态这样子。那这个是比较功能性的讨论。那除此之外，各地也都开始了这种制造者文化，就 maker movement， 有很多的制造的技术都越来越缩小，可以变成你放在家里的，就是桌上型的雷切啊，桌上型的 CNC 等等，就你个人可以开始摆脱这个工厂的束缚，你可以自己创作、自己创造物件的时候，其实这个你追求个人性的这个特质是不可避免的会回到你的身上。比如像今天大家决定，比如今天有些同学有烫卷发嘛，最近，然后有些同学有刘海啊什么，就其实你个人一定会有一些你个人喜好的一些状态，不见得是可以这么工厂性的输出。那在这个 maker movement 的领域里面，你就被启发、被鼓励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边有一个案例哦，是这个 Evan Douglas Studio 在纽约的一个餐厅的天花板，也是很丰富的嘛。这天花板非常的繁复而美丽，那其实就是用 3D print 在做这个天花板。所以你说它有浪费材料吗？也没有啊，那就直接 print 完就可以装上去，用这样子的思维在创作。那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他的工作室，他本身也是个研究型的学者，然后也有实践，他很多的作品都是这种 modular system 然后做出的复杂几何。那这边老师也分享一个我学生时期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大家看到这个是个连续的墙面，就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复杂，但你细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重复的单元所组成的。那我们这个 studio 就是在做这种复杂装饰型墙面的练习。那我们是从这有位艺术家这个 Erwin Howard 的设计开始做 research， 然后去探索说我们如何快速的做出这种连续面、连续几何的创作。那大家有看到刚刚有很多一比一的做法哦，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做好这 digital design 而已，我们也要实际上去面对这个 fabrication 的过程。那这个案子另外一个精彩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如何做这个模具。影片好像放不出来。可是他没在动。像会不会之后的影片会有状况？挂了技术。我跳出来一下看看哦，看在这里。那我直接播。没关系，我改成那个，它好像连过去之后会放不出来。我用 duplicate 哈，这样大家看得到这影片吗？这样可以哈。放出来，这样就不行。好像是连过去的关系，没关系。那我可能，那不然我可能待会会有一些切换的状况。这没声音没关系。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模具是非常的复杂，然后非常有机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一个体做七等份的切割，然后做一次性的模具。好，我影片的时候再切回来，如果我放不出来的话哈。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在模具完成之后，就是因为你第一个是 3D print 嘛，接下来就是用石膏去灌，然后来完成这一个复杂几何的墙面的作品。那另外再与大家分享一个案子哦，是那个 Snøhetta 的挪威野生麋鹿中心。大家在讨论 CNC 的时候，一定都多多少少看过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精彩啊。那我帮大家补充一个我后来觉得也是很美的，原来这 Snøhetta 这个公司的名称啊，是它这边底下我帮大家写，它是 It's a place that nobody's from but anyone can go to， 这很美啊。它是一个地名的概念，很会取。然后
然后这个工程很有趣，它是由建筑跟景观有两个这样的角色开始组合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也大量的在探索 technology 跟材料之间。然后这是他们这个木质的这个 pavilion 呢，然后它其实在讨论的是说，它前面仿佛像是家具一般，而后面又像是墙面，然后整体上这个丰富性又像是一个装饰性的物件。所以你要说它是建筑还是家具还是一个 ornament， 其实是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那在制造的部分呢，小模型的部分是用机械的手臂做 molding， 然后放大之后就用大型的 CNC 的机器去切，然后一片一片像 contour 一样，就是带到现地去组装。所以实际上在构造以及制造上面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复杂性，就是以一个建筑物的制作的流程来说的话。那这间公司我就好奇也去看了一下，那果然就是北欧公司，就是蛮有意思的、哦、他们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巨大的就是 maker space， 有很多 workshop。 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常常也是从模型制作开始，然后发现有趣的形态在 3D scan 下来，然后做进一步的探讨。所以这大量的制造讨论材质，并且模糊这个建筑与装饰的建筑与家具之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那接下来就免不了要提一下这个经典的案例了，也就是我们 Hathaway Studio 的这个上海世博中心。那就提一下我的前老板呢，他的学习过程也很有趣。他大学是念 Manchester 的 3D Design， 他当时啊说他其实想念的是发明，但那时候世上好像没有一个科系叫做发明，所以他就选了这个 3D design， 而后又去 RCA 念了 product design。 那他提的，他在作品集里面写的一段话其实相当有趣哦。他说他深信在发展构想并寻找实践方式的时候，应该有对材料的理解以及运用的经验加以支撑。他对于现在的建筑物这么的干啊，或建筑师对于工艺技术如此的疏离，他觉得是一件令人讶异的事情。那在谈那个上海世博之前啊，我们就要谈到我们早年公司在 studio 在前期做的一个艺术的提案。这没有盖出来，但这是这一切的起点。然后这个提案是在这个英国的 Notting Hill 的一个艺术提案。那时候这一区状况不是太好，治安啊以及美学都不太佳，所以政府想要出一笔钱，就是像现在一样想有个公共艺术放在那里就可以振兴观光啊，提高安全性啊。但是就是 Hathaway Studio 在想的是说，其实这个放一个艺术品其实不是真正有用的事情，他觉得真正有问题的是这些枯燥的立面。对啊，他们那时候的提案就是要在这立面上插满这些一根一根的像长毛的东西，它会随风摇摆又会发光啊，有很多想法，这立面会这样毛茸茸充满了 texture 这样。但其实这比例好像有点怪的，这你称不上好看，就是有点奇怪啊。这当然也没有赢这个提案，但是就是这个想法就从此得到升值在这个工作室的心里了。然后隔年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小屋的邀请，就在草地上做一个小的临时性的 pavilion， 所以就插了5000根就是1公尺的木棒，然后来实验一下这个所谓的叫做插棒子的设计的这个想法。但好像有点输，对不对？就是这比例啊感觉，但是算是一个开始啊。所以你有个想法的时候，你可以不断不断的挑战，不断不断的去 push 它。那再隔一年，哎，是不是越来越升级，然后再发掘多一点点，然后这一样是一个5000根，但是材料从木棒变成铝管，这稍微贵一点。然后这个铝管呢就开始不太一样，这铝管是中空的，然后上面有镶嵌这个玻璃，所以开始在室内可以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跟流动。那到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登峰造极之作，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做这种插棒子的设计，就结束了。那大家要猜一下这一个案子插了多少根棒子？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不会说，但是6万，对，有6万根。刚刚是5000哦，刚刚那些 study 是5000，然后这一根哇，就是非常愉快的插了6万根，然后。这个案子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种子圣殿 （Seed Cathedral）， 因为它的内部有镶嵌了这个从 Kew Garden 带出来的种子。那这影片也放不出来。那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就理解，就是它真正要的效果终于呈现了，就是会随风摇曳飘动，
的一根一根的毛，然后它是建筑的立面，而且它很美，这样，对，好，好，再跳回来，好可惜哦，它好像在那个传递上面那个影片会卡住，没关系，可能也是版本问题，没关系，大家就忍耐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铝管支撑，然后内部是这个 acrylic， 就是亚克力棒，然后这个棒子其实非常的长，总共有 7.5 公尺，就非常长的棒，在那样子的尺度下，然后这棒子本身在它上面那个镶嵌这个种子的这个头是另外去灌制的，刚灌完这上面都这样皱皱的嘛，大家有做 casting 的都知道，然后事后是以人工的方式在打磨，就是，所以它其实这个极致就是工艺，极致手工艺就是在创作的状态，然后来形成这每一根棒子这样子进到室内的这个光线的感觉。啊，大家那时候蛮多人在讨论啊，会好奇说这光从哪里来的？是导光吗？还是哦，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啦。它其实内部有那个有镶嵌 LED 哦，然后但是这亚克力棒会传递光线的关系，所以其实到。就是能够在室内室外都产生了这个光感的效果。那因为过去的案子也越来越熟练这些的流程，所以这是我们工作室少数有按时间完成的 project。 就是我们通常因为造型太复杂的关系，很容易 delay 工程哦，然后这最后的这个结果其实跟 render 蛮像的，你很难定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在当年其实得到了就是世博会的金奖，然后但是有一个评语我觉得特别好与大家分享，说这里面这 pavilion 里面它没有高科技，没有五光十色，但却让人有打从内心的震撼，所以这也代表这是一个材料性的工艺的上使用的时代的到来。那另外回头讲的话，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开始之后，其实各地也都有不同的建筑师开始回头想，我们不见得是只需要这个白白的地面了，我们当地的材料是什么，我们的工法是什么，我们的美学是什么，所以这是像越南的吴仲义建筑师以及印度的 Studio Mumbai，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都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组构方式有很多的想法，以及这非洲的 Korean Architect，就是他们的这个材料的运用啊，以及这个材料运用后所产生的这个所谓的繁复性的视觉的结果，其实也是在当代是一个慢慢兴起，然后逐渐被大家更多重视的一个层面。所以我做一个小结在这边哦，所以我们在谈说，过去这种传统的装饰啊，它首先它是没有实质功能的一种累赘，然后在政治上面是阶级对财富的彰显。啊，对劳动力的剥削，所以因此去除装饰是一种追求灵魂的新高度。那对当代的装饰而言，其实它开始有整体性的功能，它也是个人性的文化的这种自由展现，啊，更是我们对材料跟科技的探索，以及就是压抑装饰其实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无效的抑制。但其实大家知道历史是一个循环，过于繁复之后，大家就开始追求一些简单纯粹的东西。纯粹久了觉得单调，就开始做别的。所以下一波我们的时代会面对什么样的建筑创作上的挑战，其实也都不好说。但我们就确实刚好我们这个 section 是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里。那接下来呢，我就与大家分享就是老师之前在 Hathaway Studio 工作的一些片段，也帮大家更理解说今天这一个 studio 它是从没有受过建筑训练的一群人开始的，然后他如何成为可以掌握空间啊，开始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等老师那时候加入的时候，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建筑的 project 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100多人，接近200人的规模。那我们的啊，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影片，这是我们在帮那个，这我们在帮老板庆生，然后这是我们工作室的状态，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围裙的是我们的厨师，就我们工作室有自己的厨师，会帮大家做生日蛋糕啊，然后会帮大家做一些吃吃喝喝的，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作的氛围其实比较像是一个 art studio， 而不是那么像 architect firm 的状态。
然后里面我们也放了各式各样的物件啊，有一些有点疑惑这样，但要理解他，就是我们的 Hesewix 他在学习设计的时候是从这种物件型开始学习的，他们的 Manchester 3D Design 很重视这些 object 之间的关系啊，这些物件的用途，因此他也出了一本书，就叫做这个，就在讨论他觉得有意思的物件，有点像是他个人的选物书，然后里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这些长相特殊的造型其实都有它背后的意义。那我们的工作室也很特别，我们有个非常巨大的 workshop， 几乎跟办公空间是一比一的过程，因为有一个重点是我们的老板他本身不看平地 pop， 因为他不是受那样子的训练，所以他看模型，他看 3D 的东西，他会直接冲到你的电脑前面去钻你的那个 Rhino model， 啊，自己有一间 Rhino， 就是他跟我们寻常在讨论建筑创作的方式是稍有差别，但是我们就会变成说，大家会需要大量的制作模型，所以我们 studio 所收的设计师也都热爱做模型的，然后常常也会得到一坨粘土，那之前那个表现法柯达也有尝试过，有时候就会从一个很像雕塑系开始去找到那个缝，找到那个形体，然后我们对于材料啊，对于甚至产生这个材料所需要制作的工具都有大量的讨论跟追求。那像这一批模型啊，其实是一个 hotel 设计，就目前还看不出来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也是一个集合住宅的设计，然后都有大量的模型制作。那如果在模型上发现一些有趣的过程，我们就会把它留下来，并不需要重新建制，就是 3D， 而是用 collage 的方式让这个模型有新的可以讨论的意义。那我们工作室里面有一群人哦，叫做 designer maker， 也是老师后来在的一个组别。就我们这群人，他同时做设计，同时也做 making。然后我们的 making 包不只是模型，我们也做一比一的 prototype， 一比一的 markup。然后是在设计以及制作之间游走的一组团队。那我们工作室也很可爱啊，我们常常大家会就是有个食物分享啊，大家一起吃饭讨论 idea， 然后会把过去的 project 做成一些奇怪的食物的形状，因为大家就是你懂啊，大家就很爱做东西，所以大家应该认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大家就爱做，所以其实这整个工作的状态，你可以想象是很多这种小工匠一起在执行一个案子的模式哦。那工作室在区分这个案子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我们是用尺度来分，像这个是小型的 project， 然后这个是中型的 project， 然后这个是大型的 project。 那因为今天主要在谈的是装饰性，所以我就分享这个切到这个南洋理工大学中心在新加坡的这个 Learning Hub 的案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立面也是非常的复杂。那当时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建筑物的渲染跟平面的时候，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也不是很好看，好像有点丑丑的。那时候我内心的 OS 是说，果然没有好好受过建筑训练，就是这平面太奇怪了，这样像一坨松饼这样。然后可是实际上这栋房子完工之后，其实是很美的，它有一种蛮有意思的艺术性，然后而且室内的这中庭的变化其实是相当的丰富哦。这动画都出不来了。它是由12个这个建筑塔来组合成这一批教室群，然后中间有4个 core 的天井的状态。然后我们在一开始执行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是很 random 啊，从一批一批的粘土开始哦，然后来找到这个形态的可能性，以及内部的中庭的这个 organic form 的状态。那当中有一个有趣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早期哦，这个 Hathaway Studio 是很抗拒使用混凝土的，因为它的宣言就是混凝土建筑就是太多了，造成立面的枯燥。但是在亚洲你就得做混凝土建筑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需求就是这样，所以他当时就竭尽所能，像这是我们的柱子，在这个2.5公分的状态里，他还想要做一点设计了。那时候他做这个坡幅啊，他就希望在这个混凝土上有一点，他说这是像人类的肚子的这个弧度，是一个让人想要触摸的这个凹凸哦，所以在柱子上也是硬是做了一点
做了一点设计了，可以看到这里面那柱子的形态。那今天主要要提的是跟大家分享 它外面立面的部分。那为了节省经费啊，其实工作室也开发了一个很有趣的做法。我们其实有很多这些像丑丑的橡胶条这样，它是像这样子外挂式的状态，在原本模板上装上去，然后再来 cast 这个 panel， 这是一片一片 panel 去浇筑而成的。然后它分为这个，它分为就不同的 type， 比如整块的啊，放左边、放右边、没有放，所以就有很多种，有没有？所以二十个 profile 乘四种方法，就80种不同的 profile， 可以让你在创作这个立面上这种艺术性的变化。就看到这个图也是很可爱，就要如何摆放。那当中当然不需要太精准嘛，只是说它有一个简单的 concept 在里面做这个，然后工人就照着这个图，然后开始摆一摆啊，然后就开始灌这个混凝土的 panel。然后另外为了这个 panel 其实有8公分厚，可为了强调这个光影效果啊，所以在下凹的部分其实有涂上了混凝土延迟剂，然后再冲掉，就会洗出这个背后的骨料出来，所以你看到它在凹的处其实有加深，就打阴影啊，打鼻影的这种效果。然后同时这个曲面啊也是一样，就是适合触摸的质感。就工业设计出身的人都会很在意这些，很多人都倒角，如果班上有公社的同学，就是如何碰触这个建筑，其实是他们常常会忍不住会去讨论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在我们工作室里面有很多的讨论，然后于是就完成了这一块一块的 panel， 然后一片一片的吊挂完成。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房子它的外墙其实宛如就是陶器一般啊，有很多这些横向的条纹。然后中间为了就是 wayfinding 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 organic shape 因为有点混乱嘛，这中间的 core 的部分其实也做了一些特殊的设计。我们是翻模了一个插画家画的跟学习有关的插画，然后用染色的混凝土去灌制，所以你走在这栋房子里面的时候，这一些 panel 所在的位置就是 T core 的位置，所以你并不会在这个混乱的这些桶状的房子里面迷失方向。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混凝土作为这个水平面向的装饰，那接下来就分享另外一个作为垂直混凝土开始来做垂直向的变动的这个案子哦。那这案子大家应该也都算熟悉哦，就是 Rümser 在德国的田园教堂。那这案子它值得讨论的也是在 making 的部分，它里面空间的效果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很干净的教堂，然后里面的层次啊，光影导入的方式，那它特殊性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由112根这个松木去做成它内部的灌模的模具，然后外面再慢慢的去填充那个混凝土上去。哎，这张图可能比较清楚，所以这个木头本身就是它形成的这个材料的形式啊，这个所谓的我觉得有点装饰性的这个墙面的方法。而这混凝土总共分24层，慢慢灌上去，因为这个木头中间难免会有一些缝隙嘛，所以这混凝土它不能够太稀这样子，所以它要分24层去慢慢的灌上去。然后中间这些洞就是大家熟悉的混凝土都有这些螺栓洞，然后这些螺栓洞后来也填充了这个玻璃珠，对，所以走进去的时候会有这种加强这个光的效果。所以这一个房子它作为跟新加坡就是学习中心对比，其实蛮有趣的。就新加坡学习中心它的 texture 坐在外面是横向，然后这个 texture 坐在里面，然后是指向。我刚刚漏讲一下，就最后这个很重要，就是最后这个木材啊是火烧的，大家应该听过这件事吧？就它火烧掉，大量烧了3个礼拜，把这些内部的模具烧掉之后，留下了这样子一个黑色的痕迹，这样，所以进去的人还会闻到这种微微的松木的味道。然后，所以这个制作的过程其实相当的精彩，然后也形成一种在内部的另外一种充满工艺性的作品。那接下来就谈一谈啦，所以这些大量实验性的作品，其实常常在5年一次的世博会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以及2年一次的这个威尼斯双年展，这些活动都很需要这些宣言式的作品，所以
某方面也慢慢的好像在鼓励建筑师多去探索以及挑战这种材料性的开发跟创作。然后 MoMA PS1 的 Young Architect Program， 然后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大家一直好像会以为这个 program 是自由投稿的，但其实不是，它是有一群学者，就是邀请差不多50个年轻的 emerging architect firm， 然后让他们再来投稿，所以这当时也蛮多争议的啦，就说怎么选出那50个可以来参赛的人呢？但可能美国太大了，所以他们这个决定可能也有它背后的原因。那这 Young Architect Program 并不是只有在纽约发生哦，它开始之后，其实各地有很多群起效法加入这个 YAP 组织的团体，像这个是在南美洲 San Diego 的组合。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就是 Water Cathedral 的作品啊，以及在罗马也有这个 YAP 的 program， 以及土耳其，然后离我们亚洲比较近的话则是首尔。所以这一系列的就是 Young Architect 的 program 其实都一直在挑起大家对于就是材料啊探索创新的这种追求。那台湾大家比较熟的就是我们 XI 的 Pavilion， 那我一定要说我们 XI 很棒哦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自由投稿，所以今天你学生啊，或者是你才刚出社会，你没有任何的作品都可以参加这一个 XI 的甄选，跟其他团体是选择过后可以参赛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就是在伦敦的这个 Serpentine Gallery， 就是蛇形艺廊啊，那这个的选择也不太一样，这个是他们会选择就是没有在伦敦有过作品的 architect， 然后去现场创作，所以也是一个算选择性的邀请制的结果。然后以及呢，每年一年一度的在美国内华达州的这黑石沙漠啊，我跟君浩老师都常常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啊？对，就是这个 Burning Man Festival 也是有大量的构筑性的作品啊，大量的材料性的创作会在这时候发生。然后另外就是像 Design Miami 啊，以及最近也越来越多得到关注的这个米兰 Design Week 的 Course Installation。 那 Course 本身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就台湾现在没有这牌子，不过大家应该听过，它是 H&M 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它做比较多简约的服饰设计。那台湾也很聪明，他们有自己的空间设计部门，因为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反而去 Course 上班，他就从 Hathaway Studio 辞职然后去 Course。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做非常多实验性的东西，那当然这些是他们跟不同的艺术家建筑师合作的结果。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系列下来，建筑师与艺术创作与装置艺术越来越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随着我们对临时性构筑的需求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边界模糊，越来越难定义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业的状态。那这边我就在分享另外一个也是从艺术开始慢慢做到建筑的一个艺术家，而且这也是老师内心的爱，对，就 Olafur Eliasson 啊。那他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有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第二季第一集、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完会对他里面如何操作空间啊，以及自然元素会有很多想法。那这边我不细讲他的这些艺术的创作，因为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但是他在这些作品里面有很多部分其实很建筑，像这个彩虹的 ring 啊，以及他为这个，这就更建筑了，他为那个冰岛哈帕音乐厅所做的立面设计。那这看起来已经超越一个艺术家对尺度的掌握了吧。那他这一个立面是12面多角形立方体的组成，那这个概念是从他们冰岛典型的玄武岩地形开始的。然后他用这样子一个作品在 merge 这所谓的内外之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光影的变化，就也很呼应了就是老师刚提的这个法旭写的那本书，就是当代性的所谓的装饰以及艺术已经越来越有着全面性的影响力。
那接下来就是他甚至有了建筑的作品，就是又是一个没有念过建筑，但是开始做建筑了。那但他有一些建筑的同事或员工在辅佐他，这我还是要澄清。但是你可以理解说，这个一个艺术家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艺术品，他开始想要做更大、更永恒性的物件。那这是他在丹麦的这个作品啊，是一个 Kirk Captain 的总部，这个办公室。那它里面是由四个柱状的空间，然后去挖洞，然后去做，所以里面有看到非常多曲面啊，然后光影变化、几何上面的多样性，都可以从这个案子里面看出一些端倪。然后像这样子的这种平面，真的很难在一般的建筑学校里面看到。你可能还刚画没多久，老师就会问你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他们这些没有受过传统建筑训练的人，其实在空间创作上会有着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习惯呢。来，它是在水面上的那种房子啊，你要很浪漫的走一座空桥，再走进去，然后那就是有点自肥啊，在里面这些艺术装置都是他个人的作品。那我停在这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那个我的前老板啊，就是 Thomas Hathaway， 他曾经说过，他当时会想要越做越大，是因为他每次做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建筑师就说：“哎，我们空间变了，你的那个艺术品可能要改变一下造型。”他说：“啊，很恨这样子，又要回去调一调。”他想说：“我有一天一定要自己做建筑，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啊，就跟这个 Olaf Eliasson 是有点类似的心愿这样。”可是当他开始做建筑以后，他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这一切真没有那么简单。你建筑物决定的，我们还有 City Council， 就蛮有都发局，我们还有很多城市上面的变化。啊，建筑很贵啊，可能会停工啊，计划会变更，不像装置可能做完就好的。要不然啊，他有一次就在我们 studio meeting 上语重心长的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他有点小看建筑师，就是其建筑世界非常辛苦的工作，他又要处理小的，又要处理大的。他说：“哎，为什么我要越做越大呢？”他自己感叹呀，但已经这样，然后收不回来了。就是他现在我们已经东西已经大到越来越无法在一个小物件上面来执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Olaf Eliasson的 studio， 他 studio 也是有没有一种很可爱的氛围，因为很多玩具、很多材料啊，其实也跟 Hathaway studio 有点像啊，就会有很多的物件，他们在探索不同的几何形体以及材料性的所留下来的各种痕迹。那里面还有个很可爱的文化啊，就是他们会一起吃饭，就是真正的吃饭，是有公餐的吃饭，就是他们的 studio 每周二到五是有供应饭食的。我看了就超羡慕这样。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就因为曾经也有点想要去上班，所以就看了一下这些东西。这是他们在那个办公室的厨房，然后这是他们的餐点。他们真的还出书，在讨论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所创作的料理啊，然后里面的饮食等等，非常精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混合整合性的一个创作，包含你每天生活的空间，你所吃的东西。那像这样子的 studio 其实世界各地也是越来越多。那像现在我就简单举一下，像这个在荷兰的 studio Roosgaard， 它像这个作品啊，它是镭射光加上雾气形成仿佛会飘动的一个 landscape 这样，以及这种像就是可以感应式的这个可以互动式的这个草啊，以及用夜光石以及 LED 所组合出来的梵谷的步道，以及在伦敦很红的 Render International 他们做的这个 Rain Room， 就是这个感应的装置，你走下去雨就会散开，它是一个非常有空间感、非常场域的作品。那大家也可以多去关注他们的创作，其实里面也有大量的建筑师在里面工作，他们如何结合装置艺术与空间。以及去年也有来台湾演讲的这个 Mamu Mami 啊，还有我们上次也请了一个里面的我们的学长回来分享啊，就他们如何用数位制造来做出这样子各式各样的繁复的临时性的构筑。那像我们大家都笑他说他是大家的 Arthur， 因为几乎在伦敦工作的设计人都是他的脸书好友，因为他这个非常热心、很爱推广数位制造的人。像这是他太太啊，就是他们在这个火人祭他所设计的 temple 底下就是办结婚典礼，就超这两年还三年那个都是他弄的。
对对对，然后今年取消，很可惜。对，它从一个小小小的装置越做越大，变成主要的这个展场。那有个另外可蛮可爱的一个推广型的一个 project， 就它有一个叫做 Fab Pop， 就它在伦敦有一区是你可以进去里面，就是创作物件，就比如你要登记这个雷切的服务多久啊什么，就它真的很热心在推广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这些很多有趣的firm 其实也都慢慢让建筑人对这些装置啊，对这些临时性的材料性的、啊、这些物件很感兴趣。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就老师在 GST 上课的时候，其实跟这个 Chuck Herbelman 就是有很密切的学习的机会。那他的特别之处呢，他本身大学的时候是 Cooper Union 的 Fine Art， 他是念艺术出身的，然后后来又在念了 Engineering，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影片。这一区因为影片量比较多，我不然停在这个方式讲好了。对，所以大家应该蛮熟悉他的这个 Herbelman Sphere。我那天跟我助理聊天，他还以为就是 Herbelman 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位，没有，他现在还在学校教书。那这个是老师在其他也是个影片，不过没关系，这是老师在他的课程上面的一个作品。那其实这只是一学期的其中的一门课哦，并不是一个 final 的作品。那我们是从一个这个平面的会变形的这个 wheel structure 开始讨论，然后慢慢的再把它立体化处理，然后我们再讨论之间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课程里会先学习一些基本的机械的 mechanism， 然后再立体化来创作它们之间的空间。那这类型的 studio 难的就在于它最后要一比一被 build 出来，就你讲这小模型都好做嘛，那辛苦的是你要真的去把它执行，而且现场要演示给这些老师们看呢，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量制造、大量 problem solving 的 project。那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在里面要降低它的重量，对，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做那种吉他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构造。但它中空构造之余，它的头尾因为要抓住别的 component 也要非常的强壮。所以头尾是 solid 的，但是中间是镂空的一个结构形式，所以这一些 component 其实一个一个看起来都非常大，但其实都搬得动，都蛮轻的，我们才有办法在有限时间内不断的拆装跟重组。然后这是当中的一些画面。那这个作品在学校的时候，因为评的还蛮好的，评的还蛮顺利的，所以我们就也很幸运的，就老师就提报我们，就是去参加这个 Harvard Art Festival。所以这算是老师的第一个装置作品，因为这此时我不是一个学生身份，我们是以一组所谓的 Young Artist 在学校里面展示我们的作品，然后也看到民众怎么跟他互动啊，然后怎么样去推，有没有像这小朋友一直想要推这个 component， 但其实变形量又不在这，怎么被玩坏啊？所以这一些过程其实都学习了很多，以及他最后假设这个作品坏掉的时候，它合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美感？所以这些都成了一些蛮有趣的挑战。那另外一个老师在 GSD 的装置型的作品呢，就是这个 My World 的部分。那我的指导老师哦，叫做 Pen， 他是一个希腊人，大家应该对他不认识，但是可能都用过他的 plugin。他就是写出 Millipede 的 plugin 的这个学者。那他本身的科技能量非常强，但是他也热爱艺术，所以他在指导我的时候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我们同时在处理一些很 high tech 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它更有艺术性的呈现。那这部分我也觉得学习蛮大的。那时候我们选择的这一个主题作为发起，是因为就是脑波啊，脑波其实是一个生物型的讯号，它很不稳定，但是它其实又跟我们如何做决定、如何下判断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如何用脑波来结合一个装置艺术，其实是
相当有趣的议题哦。啊，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太多钱呐、啊，所以就只有钱买一个，其实台湾也买得到，蛮便宜的这个 NeuroSky， 它不是很稳定，因为它只有一个侦测点这样，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精准性啊，像这我在测试啊，它可以帮我分析出 attention 跟 meditation， 就是专注跟放松，所以它这个波确实有影响。然后那这些波之后就被我抽出来，在 process 里面做处理跟分类，因为有一些是杂讯，它没有办法直接的使用。那这一些所谓的就是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哎，那这个波是不是有办法真的开始跟真实世界产生一些好的讯号？那有点蠢啊，大家看看就好。就是那时候我在练习如何，就是用我的专注力在亮我 LED 灯这样。超能力。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其实这一套说法是行不通的啦，因为可能是机器太弱啊，或者是说我里面的 code 没有处理好，有很多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做这样子的练习。以及我如果杂念太多，我没有办法演示我的作品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就完成了基本上这个装置的设定。那后来在决定我们要如何呈现的时候，最后是决定是用这个有弹性的白色的布料。我本来想要做更铺张，就是更华丽花俏的作品，但被我的那个希腊老师制止，他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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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很失意。他说你要想看这个思绪从无到有的过程，他应该要从一个很干净，再到慢慢产生讯号的状态。然后我后来就被他说服了，就因为我很想要增加很多变形的这种很想，你这样想炫技，想要告诉大家我会这样，但是我后来觉得那个我指导老师给我意见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后来选择用一面很干净的白墙开始这一个案子。那墙也确实也是一个建筑上一个很单纯、很原始的一个素材，所以我现在画面上的我有带着这个脑波仪，然后假装在看一本书这样，然后慢慢的我的思绪会。开始立体化呈现在这面墙上，然后也开始跟真实的世界有互动。这看似蛮容易的哦，可是后面的这个 motor 的转速啊，转速的控制，以及它要推那个布嘛，布有一定的弹性，这样子会不会弹回来？这当中也蛮多这样子的，就是物理世界上面要真出错的部分。那它背后的几何形态其实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身体的曲线去凹出来的，所以情绪比较集中的时候有办法卷动，就是悬臂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这个条状，那没比较淡的时候就没有，作为一个简单的部分。那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向度，太大声了，这我找我学妹在当 model 走一走。就当你的思绪，你可以想象，假设我在远方，然后这我的思绪其实变成立体世界里的物件之后，是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有互动的，是可以改变他的空间。那但因为还没有很复杂，但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很辛苦啊，要帮学姐演的，大家不知道笑场几次啊。然后哦，这刚刚放过的、哦、那给大家看一下后面一点的部分。然后我们在最后，其实这我比较少提到，其实在最后有一个反馈机制，就是我们有加入一个 eye tracking device， 就我们开始去看说那什么样子的形变会你的眼睛会特别的专注想要去看跟观察。那当你在专注这个形变的时候，你的脑波又会产生新的变化，所以这整个 device 就开始产生了一个 loop 的行为，就我的脑波影响了你观看这件事情的观看或在这个空间里的感受，然后这个空间的状态又重新影响了你的脑波，我们就彼此形成了一个空间变异的一个循环的作品这样。那大家会想说，那我就研究所都在做这些啊，那后来工作怎么办呢？就是对，大家常常都会担心嘛，那老师你是叫我做这做那，那我以后找工作找不到怎么办这样。那我来分享我在 Hathaway Studio， 这是我应征上 Hathaway Studio 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时候是这个 project hire 我的，是这 Google Mountain View 这个案子。这就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 Google 第一次就是自己平地起高楼，要他以前都是租个别人的办公室盖一盖的，他第一次在加州平地起高楼，要盖一个超大的办公空间，然后这栋房子巨大的程度是百米赛跑，就是100公尺这么大的一个办公空间，然后里面这一我负责的这一栋里面要有3000个工程师要在里面上班这样。然后它里面因为 Google 也希望提升企业形象嘛，所以里面还会有一些这种给开放空间啊，这种公众可以来参与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个案子是跟纽约的 BIG 合作的，所以这呆滚的风格就蛮 BIG 的，我们就不会画这个，但我们就跟他们学习这样子一起画这种很清楚的呆滚。那当时的 Google 这个公司也是蛮有趣的，他就觉得说想要结合现在最受欢迎最的两组年轻的创作者，所以他就选择了 BIG 跟我们 Hathaway Studio 共同创作。后面细节先不讲吼，然后这边林林总总的都是我们的就是顾问团，然后我们开会啊就很像现在就是大家远距一样，我们是分3个时差，因为我们这个纽约的 BIG， 然后我们人在伦敦，然后在做加州的案子，总是3个时区，总是想办法在凑合出一个可以开会的时间，然后大家都用这个 Google Hangout、 Google Meet 这样上去讨论，然后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在云端，就是都在 Google Drive 上面，我们才有办法一起做这样。这是一个很早就开始实践这个远距共同创作的状态，有好有坏啊。就那段时间真的很累，因为你常常要很晚起来开会这样子。然后这个案子呢，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我主要是要一起来做这个法萨这个 canopy 的设计，因为加州阳光很强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透明的屋顶系统，然后慢慢就变成刚刚看到的样子。也跟经费有关啊，不好意思，一开始的想法很帅啊，它是一个全透明的屋顶，然后里面会随着光线啊有一些互动设计，然后这个光线会有变化这样。然后可是真的很难，这个所谓的维修啊，以及预算控制，以及这个高度上面要如何达成这件事，后来就这是一个放弃的过程。大家看到就从前面这样超透明，然后后来就50%，然后最后就啊这样就好了啦。对，所以就是在建，哎，要直播啊，好像要控制一下。对，但是它还是依旧有维持一定程度的美感。然后这是刚进去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很开心啊，都在做很多这种互动式的东西。那我也是因为会做很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时候被害了进去的哦。然后所以，但这一个过程很快的就结束了，所以后来其实也没参与到多少，然后就开始进入了很务实的在解决这些 canopy 要如何隔热啊，里面要如何藏管线啊，里面要怎么配这些结构性的东西，就突然觉得好无聊，就我变成真正的 architect。 然后但没有关系，之后还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然后正因为这一栋建筑如此的庞大，大家讲百米赛跑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去很细心的去理解说那里面的人到底要什么。我们这时候就做了一个普查，意外的发现有58%的工程师其实是想要在开放型的空间里面工作。那我现在就是帮我好奇一下，那如果是你们会想要自己的办公空间一人一间，还是想要在这种 open studio？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一个空间的举手，比较个人的，觉得比较专心。很多人喜欢开放性的。其实差不多一半一半哈。对，很像。对，我只好奇说设计师跟宅宅之间的差别。对，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原来这么喜欢开放。我们有资工系的同学。对啊，就所以因此，可是这个数据又不是很悬殊，有没有？42跟58就有点。就是我们这样怎么做设计啊，也太难了吧，要不要讲清楚一点这样。然后因为好像可以回到全英文，所以于是我们就开始想，我们要在怎么样在这个32个大的配置，像32个小建筑里面来做区分呢。所以我们从小空间，他们4个人为一个小方块，慢慢的变成整个城市的这样子的观点。于是我们加入了这一个
有点像 Burning Man 系统的想法。你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一栋房子视为一个巨大的 Burning Man 的活人祭的场域，它里面会有很多这些 pop up 的 shelter， 这些临时性的构造，然后来界分说有些人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安静的讨论，或者是有 confidential 有就是不能够曝光的主题，那有的时候可以开放出来，大家可以更多的 sharing。 所以这个空间开始产生了使用性上面的层次性的变化，从两分钟的变形呢，到五分钟、十分钟，到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月，所以它的临时性开始被我们拉出了不同的光谱来创作内在的。那这时候这个案子又重新开始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外面的 canopy 整体的架构，因为重复性很高嘛，解决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做里面的这些临时性的构造。那这个部分也是老师比较擅长，也是 Hathaway Studio 比较有把握的部分。那这我们的一些 concept 部分，因为有一些图面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所以有一些对，所以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就我们那时候提议的是，就是希望说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区块，它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个性，还有不同的 build 的方法，还有很欢乐，有吗？所以在这个好像是马戏团的大的顶棚下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在开发。那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好意思，这又是影片。那因为我们也要 propose 嘛，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临时性啊，可以打开来的这个折纸的应用，以及更厚的厚折纸 thick origami 可以打开来变成。不会懂，没关系，这本来是一个 gift 档哦。这个后者只如何快速的做出办公空间，以及它怎么样用折纸以及充气的方式，就是可以拉出一个墙面。这就很多临时性的有趣的创作就在这一个阶段开始完成啊。来，以我们用布料啊以及骨架快速的做出这些临时性的搭建的空间，其实跟那种然后夜市的那种棚架有点像了，对，但这样讲可能有点 low， 然后有比较帅，但不是我们做的，这是 MIT 做的，是 MIT 跟 Google 他们合作的，也是临时性的快速变形的 meeting room。那有些有版权的关系哦，但大家大概可以 sense 到，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充满很多 transformable design， 然后这部分其实又像建筑又像装置，其实就在这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混搭。那另外一个常常会需要特殊型装置型的物件，就中间的这个 courtyard， 因为这栋房子太大了，就像我们需要一些地标来定位自己是一样的，你需要看到一些物件才能够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的位置，什么的位置嘛。就这些 wayfinding 属性所用的这些空间设计也就一个一个的诞生。好像有一些也很夸张啦，就是什么从 canopy 上面吊这个可以吊坐的椅子，我们还真的有做出来。就我们里面很多蛮有趣的东西，大家都当家具啊，就好玩。就这段时间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一个工作的机会。那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去现场看工地现场，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从很小的尺度，从你桌上的这个小的折纸隔板到大型的这个巨大的建筑物，都要一起跨足横越不同 scale 的一组设计师。那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其实也蛮大大的辅助我在后来做这个就 XI 的装置艺术的作品。那我就简单提一下啊，那在做这个 XI 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叫做公务所，因为北美馆正在做空调系统的维修，所以这个题目是被定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就开始比较多去想气流这样子的主题。那时候我们的组合其实就很像是像 Google 这样这个云端的系统。当时老师还在伦敦，就是我一群室友这样子，我们就住在一起，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上班。然后我们跟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就是组 team 这样，然后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你可能认识他，但他可能不认识另外一个人，所以是一个很 random 组合的。然后本来偶然设计最早叫做偶尔设计，想说我们偶尔做设计就好，因为平常在上班，后来就偶尔好像感觉有点弱，可能会被讨厌，所以后来就改了名字叫偶然设计。然后平常就是用这种就是连线的方式在讨论设计。那主要就是由我们这其他一群人叫做偶然设计，跟在台南职业的陈冠伟建筑师合作。那陈冠伟建筑师是我室友的同班同学，就这样大家理解嘛，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很开心的朋友拉朋友共同创作的组合，那也意外的就是也很顺利的完成了这样子的作品。那当时我们对气流的一个想法是，其实是有层次性的，因为气流其实是让看不见的东西，讲错，就是雾气其实是让看不见的气流可以被看见，这样。所以当雾气很稀疏的时候，其实你是看得到，你可以观赏它的这个形体。可当雾气非常的浓郁的时候，其实你的感官是被沉浸在这个雾气里头，你已经看不见东西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是可以集体共享的，比如说两个人可以一起有同样的感官经验，但是在观赏这流动性的物件的时候，却不见得会有一样的想法。那这就是我们公务所基本的设定啊，是由28个外面的这个单体的物锥，然后以及20个挂椅所组成的一个大量重复，但是围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物锥是你可以个人钻进去看，然后我们里面也有放了植物，然后这植物主要是在谈的是，这植物是因为有雾气的供应，所以才能够在广场上面存留这样子，然后也呼应了美术馆那时候观馆就是修缮空调，也是为了未来可以更好保存艺术品的关系。那我今天不会特别放这个影片啊，因为就是之前那个阿德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放。那我这边就主要是提的是说，你看这是一个个人观看雾气方式的状态的画面，是集体共享这雾气所产生的，就个人与集体，然后公共与私密之间，那这夜晚的活动的照片。那这一个案子呢，就是我在 Hathaway Studio 就一边上班一边在做自己的模型的时候所做，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些简单的 study， 就如何从布料啊崩出这个形态。那这个过程其实也大家也可以想象说，当时在 Hathaway Studio 在做 Google 的时候也有大量的应用。那这样的布面大概要缩小多少的比例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形体，有一个系列的研究，以及这个孔隙的大小如何能够看到在里面的那个人，所以这个疏密之间的透明度之间其实也有一些讨论。那就是我们在 making 的一些过程的照片。所以后来其实就像一个一个穿袜子一样，所以这些布就是缝好之后像穿袜子一样，就是拉上去，就拉上去这一个一个的这金属结构里面。那这缩时还蛮可爱的，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以及我们内部的这个挂椅的部分。然后当时也是真的要很感谢，我们当时非常辛苦在找寻这个对的雾气，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啊。然后后来找到了这个买先生，他本来也不是做这些艺术的啊，就是喷雾降温啊，或者是喷雾养香菇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陈冠伟，这个他们夫妻啊，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精神，就是找到了这一个厂商。你看他们很认真在讨论，就他，然后这个台湾真的在地厂商真的很厉害，他们很愿意陪你一起改良啊，然后陪你一起调整。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试出了这个叫就是有艺术性的这个喷雾，因为它的粒子要很细，它才能够就是随着空气开始漂流，粒子太粗它就像喷水一样就没有了。所以外面很多就是不够美的这个喷雾设计可能都是我没有说什么，就是大家为什么露出这个笑容，然后就它其实都有在喷头上面是有一些变化的啦，所以有些 know how 在里头。然后就我们后来把这个雾气的喷头藏在这个木栈板以下，那这是我们喷雾的状态，及最后这个就是这雾气蔓延整个广场的画面。好，那是不是我就说我不会超过时间？对，虽然刚有一点那个影片的关系。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 Q&A 的时间啊，那我就
不麻烦大家，我就自己问的问题。就是，对，因为 我知道大家都害羞啦，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害羞，所以现在还是很害羞，要在大家面前讲话还是很不好意思。那就是教书以外呢，我其实也依旧有持续的在做创作的部分，那就是与就是南部的也是各位的学长一起设计的古达奇合作的高雄水水的案子，以及之前就是在台中灯会又展出的声光物果的就是光影的作品，以及这个又是影片过来，以及最近在跟你们的数位组的同学们啊在做的这个复合式 3D 列印的就是科技部的计划，就我们现在学校有一台 3D 印表，其实可以硬的跟软的同时一起印，所以我们可以更快的做出这种变形啊挤压形态的材料，那以及有一些艺术装置的提案，那也是跟你们的学姐就是王家树合作，她现在还在楼上。对，然后那我再问一个好啦，那这些复合类型的学程啊，就是到底有哪一些选项，因为其实蛮多同学都会问我相关的问题，因为你们不见得觉得交大是你的最后一站这样子，然后你可能还有很多想要去探索的东西，也许有也许没有，那我这边就像代办中心一样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简单啊，因为太多了我就举几个我知道的，像这一个是就是老师呢后来去念的这个 MDES 的 program， 它其实里面分为右边其实有八个，现在有八个子项目，我不知道君浩那时候有几个，不一样对不对，名字都不一样，比较少对，然后其实这个领域很有趣，它不是真的那么建筑这样，然后它因为不需要承担考建筑师执照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学程变动得非常快，所以你看我跟君浩老师之间就不一样，像有分旁边我写嘛，有分艺术设计、公共领域啊、批判性保存、能源环境，啊，像这个 energy 跟 environment 等出来都会当什么 consultant 啊什么，就那个领域出来的人都在绿能方面很多收入都比建筑师好很多，对，还有房地产啊、灾难控制啊，以及就运算材料与工法等等的，所以这领域变化的很快，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要自己上网去看，他都在学一些很新、很当代的议题。还有很多不同的讨论，然后另外也是近年来才开发的，是由哈佛的设计学院跟工程学院一起合开的 Master in Design Engineering 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想象这两个学院一起结合一起上课一起授课的这个 dynamic 该会有多么的有趣的，所以大家常说就是跨领域常让人觉得很疑惑啊，或让人觉得很 confused， 但事实上就是要有一种相对上比较 open mind 的状态，然后其实跨领域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所以你看要两个学院一起来做这样，因为没有那么简单啦，你看我们学建筑就学了多久，然后还要再学一个新的东西新的知识进来，但是其实国外有越来越多 program 正在挑战这样子的事情，那大家更熟悉一定都听过的就是 MIT 的 Media Lab， 它的硕士课程也是全额奖学金的，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竞争，那这个很素的版面就是 MIT 的 Smart Computation 的组哦，这个组也做很多有趣的关于材料啊数位构造的部分，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再去看，那在西岸有另外一边也是很有趣，我后来才发现这个 program 也很酷，我还没有认识的朋友从这里毕业，他是 SciArt 的 Fiction and Entertainment， 你不觉得听这标题就很帅吗？对，因为他们因为西岸嘛 ，LA 有好莱坞啊，有很多电影工业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更浮夸、更有戏剧性、更感官性的这种建筑操作是更有追求的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妨也去看看这个网页，点进去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影片，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建筑所带来的这个虚拟世界的力量。那另外就是，在伦敦啊有另外一个 program， 就是也很值得大家去理解了，这 IDE 它是那个皇家艺术学院跟帝国理工大学合开的一个硕士 program， 然后 GP 整个毕业之后会拿双硕士，就你两边都有文凭这样子，那当然这不是重点啦，而是说它里面也是有非常开放性的学程跟讨论，你想要艺术多少工程多少，其实你可以自己在，然后有个拉霸你可以在里面去自己去判断跟学习的，
那一集 AA 也有个很有趣的词叫做 Design and Make。 那他们不是在伦敦上课，他们会是在伦敦郊外一个叫 Hoo Park 的地方，一个超大的工厂，然后在里面真正的就是在盖房子啊，在学习材料，学习器械，是一个大量一比一操作，在制造上面非常有决心的一个学生，非常累，非常累，但是我觉得收获良多这样。啊，以及就是巴特雷也有另外一个独立出来的新的 program， 就是以前是在里面是一个互动设计的组别，现在独立出来，它就是一个专注在表演跟互动的 MArch 的学程这样子。然后其实也越来越多台湾人在这个学程里面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再去了解。以及我们这学期有来代课的这个梁兆元老师啊，他的丹麦建筑学院的 Cita Studio，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边开始有一些欧洲的 program， 以及就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这个 ICD， 他们讲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可讲他们每年做的这个实验性的 pavilion， 大家一定就都一定有看过。他们这也是非常值得去理解，或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也非常好。以及在荷兰台福特的 Hyperbody， 像这一些，所以我刚刚有讲美国、欧洲啊、英国，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复合式的学程，就可以供大家未来有兴趣的话，就还可以去更多的探索看看。好，那就是真正的 Q&A 了。同学们问题吧。没有问题啊，我应该就是在那之间的人，就是在世元老师跟是，对，因为我们的 Google 那个 project 啊，它一楼的位置是稳定的，对，像比如说那些 meeting room 啊，或者是那个餐厅啊、健身房啊，那些部分是没有动，它上面会有这些 pop up structure 的东西，都是办公空间。那他们的 team 因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们 team 的变化其实非常快，可能前期在概念讨论的时候才两个人，然后中间会有一段时间人很多，然后最后再剩小小的组做 marketing 啊，然后再做什么，所以他的就是 team size， 像建筑师事务所可能一直可能维持十人、二十人，可以维持这样很久。可是对 Google 他们这样子一个快速，就是快速要 generate 很多方案的办公室而言，他的那个 team 的这个变动量非常大。对，所以他确实在上层会有这样子的 pop up 的东西，这样。嗯，就一比一都做好这样。对，我刚刚有说，因为这案子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今天直播嘛，就是那就是之后可以在之后再到我电脑上面，因为我放的都是就是比较是我可以放的东西。嗯，来，下一个同学。哎，刚刚杨璐姐不是有举手吗？嗯，这就是个伤心的问题啦。是，就是以前在学校一比一都丢掉啦。对，我还算比较幸运，他至少还有拿出去展览过一次才被丢掉，然后没有被选上的作品就是直接评完图就丢掉，就是期末就丢掉。对，所以其实蛮心酸，可一般人怎么可能在美国有这么大的 storage space 呢？太难。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也是跟那个 building service 讨论了很久，藏在他们 loading dock 他们卸货区的一区里面，就藏在一个很黑暗的角落这样子。因为其实老师也知道 GSD 没有真的很大的空间，对，所以其实我们都在一些黑暗的那种停车的那种边缘，自己打一盏灯在那里，很狼狈的在那边做这种一比一的物件。但是因为我经常混在学校里面到处乱混，其实我都知道一些黑暗的小角落可以藏东西。是哦。对，因为我也跟 building service 也熟。必须熟。必须熟。熟，知道说，我都知道哪边可以藏东西啊。对，老师在学校的时候是那个 3D print 的 TA， 还有跟教 Rhino 的老师。
这样子，所以就还是跟校方有一些联系，所以可以得到一些勉勉强强的空间可以放这样。然后像那个灯会的作品啊，现在就是被典藏，未来可能会在某处以一个奇怪的形态被展出这样。因为就那件事情就因为被市政府拿走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怎么样。但是重建也都是市府出的咯，你不用再过去。目前好像是这样，但我好奇他重建成怎样你也无法控制，对不对？对啊，我这以后会开始挂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就可能会缠那个花有没有，然后变成那个王美跟新娘就是拍照的那种，因为很多人都说哇这好适合拍婚纱这样，这有可能，但是我不确定啦，这件事情不确定。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销毁这样，嗯，因为确实他也没有做工做得很好，因为他都是临时性的嘛。其实你要永久保存的话，这些木头就可能不能用这种便宜的甲板，他要用更好的木头，要上防水，不止上一层，要上很多层。就是他如果要永久保存的话，他的费用啊，其实对会拉高非常多。那我们做这些作品的费用其实都很低，这样子，它都还在一个实验是 prototype 的阶段，就像那个杨璐姐刚讲的，所以 prototype 比较不容易被好好的留下来。然后包含我们在 Hathaway Studio 里面做的一些大型的 prototype， 几乎也都是被放弃居多。嗯，或者是像以 Google 的那个案子来讲啊，我们在伦敦可能做一遍，然后会把这些 know how 整理起来，然后让加州的另外一个 team 在加州再做一遍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从伦敦这样子虚品过去。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在伦敦做一些基本的测试之后，就是再由加州那边再 rebuild 一次这样，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飞过去美国这样。好，再来还有问题吗？哦，对，哎，没准备图，没有想要有这一题的。它基本上是由一个，是有一个球面，这是我跟那个阳新先进制造合作的案子哦。就他们是我们讨论出来的工法是，我们会先有一个基本，因为它都是球嘛，所以它的曲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先做了1/8球体，就是等比例放出来。然后在那球体上放样好那些弧线的形状，然后再一层一层去叠。所以它有一个球，它有一个1/8的一个球，像模具一样垫在下面，然后你在上面开始叠你的木片，是一层一层胶合。它不是一次性就是用 CNC 雕刻的手法，它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回到那个案子的画面，然后当时会这样想啊，也是其实因为这种装置性啊，都钱都不多嘛，所以我们都要想要如何模组化，像那个公务所也模组化，然后像这些曲线它都是在同样的一个球面上完成的，所以模具也只要一个就1/8球体。然后这些大圆小圆啊，就是4个大圆4个小圆，然后组合成中间的主要的结构。嗯，可能要看图哦。同学会好奇，是因为这个东西跟典型建筑的构图其实差异非常大。嗯，它甚至都在融合 crafting， 还有工业设计，还有那个叫模具这样的观念，但那个其实在。老实说，在建筑的训练，其实我们比较没有在做的，有啦，好像 MR1 同学一年级有时候会玩一点 casting， 对不对？嗯，一点点，一点点啦。但是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举个例子，像你们现在用的玩的手机啊、笔电啊，背后里面那个你们打开就看到里面的模具，它的塑胶或金属，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热，对不对？那个结构的那个热，其实工业产品有它属于真自己一套，而且你要一次灌就可以灌得出来。什么从有多少入口灌出来的东西才是会漂亮的，那完全不在我们的现在训练的专业，那是另外一套。但很有可能未来
某种尺度，对，是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样，因为灌水泥灌到要非常非常漂亮，可能就会用到类似的观念。不过那个就是刚刚大白老师提到的，就是你若涉猎广的话，什么都去玩，其实有时候你就会用到这种知识，或你认识够多奇怪的朋友，可以去来找来帮忙。而且在建筑上也常常要遇到就是模具化的课题啊，嗯，主要还是节省成本，还有它这样一片一片叠起来，就是一台卡车就可以运送，在虚品上面，它多大是一个就一个小发财车可以载，就有一些细节，其实以后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也都会遇到，遇到几次之后就会想到，痛几次就会知道，对对，痛几次以后就会知道的。嗯，没错。对啊，因为过大过长，你就很难运送啊，运费突然就是 double 或 triple 上去，这样你就会开始想说，其实好像少那20公分也没有关系。是。好，还有问题吗？没有。好，那我们就准备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哎呀，我们即将迈入最后一场，下个礼拜我们有奇异老师来做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压轴，好，赶快先预告一下网络上的朋友们，好，这个下个礼拜是奇异老师。那今天大白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其实私心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题目，比起前面的七场，包含我自己的，我比较喜欢第八场。欸，你这样说要小心，不要害我。他糟糕，害到你啊？没有，没有，没有，应该这么说啦。一开始讲到有关公益那个部分，其实我倒鼓励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在整个设计领域里面，对于从繁复到极简，极简后现在走向繁复，但这种繁复不是以前那种繁复的，是不一样的。那包括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ornament 或 decoration。其实像那个，其实我有收藏了，现在是还有三本，总共三本。对对对，那个 The Form。对，他其实在讲的议题是说，我们怎么用新的观点去看装饰。那装饰，当你把所有东西都拿掉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赋予太多意义，虽然它的可能性很大。但其实就像我们像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其实很多所谓的 ornament， 它背后所承载的那个function 不是实体的function， 它其实是很多精神性或者是信仰或者很多集体性社会性的function。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那一类function可能也要放到我们在设计上面考虑，要不然我们处理人跟人关系不就在处理这种function嘛，对不对？那但是像这一类比较新的观点来看function，其实也是在挑战我们过去在现代主义那个时候在谈的，它其实很纯粹就是建筑这个本体在看，但现在我们谈的很多是人的事情，就是人跟空间，人跟那个 void 空间跟那个，反而这个建筑的那个看得到那一块变成只是在界定功能跟功能的中间的那一层而已。嗯，所以反倒开始我们有新的观点在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精彩的，就是开始会有很多完全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来看。所以也就是说，甚至今天在场的各位，我们会有58%跟42%是对于这个 ornament 开始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好啊。其实是大家会很多就以后被骂这句的时候，你就说没有，装饰不一定是罪恶的，没有开玩笑，你在心里闷。哎，可是我在带你们住宅设计的时候，就还是我们还是要照规矩，就是对对对对，就 core studio 没有这么多元，就你的建筑的基本素养，就我们还是会要照顾到这样。所以回到那个这些所谓的 ornament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是我一直会觉得纳闷的是说，极简我觉得非常，我很也很喜欢极简，但大家极简从一种程度的时候，我跟你的东西就一样。嗯，我觉得忍不住上面刻东西，或者我留点我的印记，那不就叫 owner， 就是 decoration 吗？但那东西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那时候会对于 decoration 如此的有不同负面？我会一直会有大白老师遇到的那个纠结的那个地方，签名不就是吗？我留下一点点personal individual 的那种印记，不就是吗？但那个东西跟
以前过度的装饰中间的那个 balance 的点在什么，或者说它根本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自己会去纠结，所以后来看到三本书就立刻买下来，对，去拜读一下。不过后来现在我们回到像谈什么生物性啦、仿生啦，就发现很多动物身上也都有很具功能性的功能，后来也帮人解惑说，其实很多过程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为了装饰，它是因为真的因为有那个功能功用，所以它才慢慢演化成那样子的东西。那只是我们觉得说，哇，好漂亮哦，那个孔雀那其实都背后有它自己发展的那个原因。如果你如果知道，你就会知道那个是永远是有一个 cause， 是有那个因果关系的，倒不是因为它只是为了漂亮。所以所有的动物的身上多余的就慢慢就退化了，多余的东西，或者你身上有太多多余东西，大概你也活不太，没办法活太久，很快就死掉了。在这个生物界是很残酷的。所以我觉得从那角度来看也蛮有趣的，会有一些新的观点会来看这些事情。非常欢迎大家，你们在这种叫思维上面的这种互相的 challenging， 或者说对一些新的思潮的，我觉得也因为下礼拜是最后一周了，今天稍微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总结。但是过去八周到今天来讲，有很多新的议题可以让大家，应该你们要稍微想一下八位老师讲过的议题你们接收到，但不见得你们完全要说好都很棒，然后你全盘接收。重点是你先理解完以后，那你呢？反正我是想问问大家，你们自己对于这些我们老师们提出正在关注的或者正在思考的议题，你怎么想这些议题？你怎么去参与这些议题？哪些是你选择想要去着手？着眼跟着手是不一样的啊。你着眼是关注眼睛的关注，但着手你是要直接下去做。那我觉得大家都去思考这个，才不枉费大家是在研究所的这个 level 的学生。OK， 好，有没有什么最后的就以后你们毕业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工作的话，就是也可以开放报名招生的工商时间好，最后吗？就是开放那个大白老师实验研究室，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谈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师生之间共同创作的这件事情。这样从最近的这些几个例子大家，因为你们在楼上看到你们几个学长姐都一直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在是我们都在工作，包括还有几位数据工作现在要回国，会跑到 DDIS 在设计中心。对对对。那说实在这个环境，我们系图营造的是，我们是一个教学教育单位，但是呢，老师们手都很痒，都很想去做很多实务。很多实务只有老师做也很孤单，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让同学们有机会在你们在就业前的某个准备阶段，还有机会做一点很多实验性。因为老师们做很多实验性专案，当然有很多很实务型专案，像郑凡老师就做一些真的实务型专案，整天要去跟我跑照啊那种没有的非常细琐碎的小事情。但各位做过，大家就会很清楚知道。那同时在这边，反正在学校单位都有你的特权，就是可以做一些实验性，但是又具备理想性。但是我们如何在中间抓到一些平衡点，还不至于因为这样子。因为在业界，你一旦做的失败是还蛮那个的成后果是还相对更重一点、更严重一点，所以这个地方不敢说是给大家保护伞，我们不保护大家的哦，就是我们这边做的话还是很认真做，但起码在这种我会允许大家去再去探索多一点这样的机会。那当然以后希望每位老师都是一个的 lab， 都是一个 lab， 每个老师就是一个 lab， 你都在做自己。那大家可以下午看哪位老师东西你有兴趣，不管你是在学期间或你刚介意刚好要毕业，或是你毕业之后，甚至也现在我们跟已经开业的各位的毕业生的学长姐们，他们的公司有时候都会有些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是算蛮良性的一个互助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就尽量把这个老师们都 offer 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主要是帮老师们工作，就我们都有配哦，就不、这个我们不敢不配，对对对，要不然这个做不过去，对对对，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免费为别人工作。
做，你懂，你懂我背后的意思。宣导，宣导。好，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表老师。好，谢谢大家。那下一位大家就帮忙收下。我们好像可以试一下，为什么那影片会放不出来？影片吗？这现在直播没结束，你可以试一下。对啊，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讲都可以。但是这个其实跟投影应该是都应该没有影响，应该是没有影响。对啊，好奇怪。不行吗？这完全没办法点。嘿，对啊，你看点都没有反应。这位，这个应该是跟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对电脑来说，现在就只能打投影机而已啊。对啊，好难理解，很少碰到这样子。你现在是用哇？这个投影幕拉起来好了，要不然会弄坏掉。好像可以实验一下，不知道是 PowerPoint 的问题还是……还好还好。